Fuck. Ezio, have you lost your mind? Get down! You want to die in sunlight this beautiful? Take this man very, very seriously!你再不上来，我就真的要死给你看了。这绝对不是告白什么的。你要不要上来啦？他是不是干嘛？救命啊！他是个87。 他是个北齐<笑> ，My God， 干！我被一个猪队友害死了，我要重来了。 直接跑到别人家里面了，上得来才有鬼啊！还没说你想害我们死在美丽阳光下吗 ？Grimaldi， don't you understand what I'm offering you, signore? Listen to me, please, or this will be your last chance.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Mi spiace. I meant nothing by it. I'm only looking out for your safety.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There's no way through this fence, and there are guards everywhere. Diavolo. This way. It's impossible. There's no way in or out for men. Only birds. Yes. Yes. Birds. Birds. Where are you going now? To see my friend Leonardo. 有小鸟鸟了，来吧，我们来看卡罗先生吧。 Emerging from his palace in Monaco with a craving for political power, Carlo quickly became a key guest at the tables of Venetian nobility. While his reputation for discretion earned him entrance into the back rooms. Here's how the old bastard ended up in the Council of Ten. While visiting the head of the council, Ignacio Contarini, Carlo ran into Ignacio's daughter. Desperate for help and aware of Carlo's trustworthy reputation, she confided in him. Her father had arranged her marriage, but she wanted to run away with the son of one of the servants. They'd been in love since they were children. And they planned to start a new life in Milan, where they could be free of her father. Carlo suggested immediate action, an escape by ship that night. The two lovers followed his instructions, and as they climbed the gangplank, they were free. That is, until Ignazio appeared on deck. Carlo was rewarded for his loyalty to the Contarini family. While true love, well, wow. See yourself. 好狠哦！直接打死自己，直接害死自己女儿最爱的人。进去里面玩了，<笑>看一下，现在差不多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先实况到这边吧，差不多了。哎，那没关系，我到时候这几天会再另外找时间，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刺客教条。 那今天就先实况到这边，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哎，那经过最近的一番努力，我把可以拿到的东西都先拿了啦。对，那这一个东西目前还在那个探索区域外面，所以没办法。然后这一个我说下一次我们开台的时候来用，就是现在。然后这边原本也有一个图案。 对，那图案的部分，那个也在区域外面，所以也不给我用。没关系，我们这边资料库已经有藏那个真相了，我们刚好可以先把这个真相这两个先解一解。我先解这真相吧，碉堡解开档案，二次世界大战存取悲剧，输入密码，就是这种题。 想想看，我在想会不会是这样子。
我先看一下我们数字。哦，有四，所以这个是在四。哦，是这一个。那这样的话，七号哇？哦，不对哦，它这个随机的哦，不是随机，它应该有它规律。哦 ，fuck！ 我知道了。哦，我知道了，他的脚啦，白痴哦。那你们看那个图形，你们看这一个零嘛，他没有脚，所以他是零。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他是零，他这边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一二这边可以计算有一个脚、两个脚，这边计算的是这个脚，所以变成说我们这边是零一这样子来算哦。那你看一下九那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因为它有三个三角形，所以它总共有九个角。So this day， 看人家自己就太奇怪了吧？哦，它提示是角有四个，也不对啊，这样也不对啊。如果真的照它这样用，反而看不出来东西，应该是吧？哎，不对，哦，不对，我知道了，我问题在这里，它的确是要这样子用。然后我们看有几个角有没有？例如第七个，它现在三要有四个角，那我们要选有四个角的，三一二，对，不是这个，四个角的，我看一下，这个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不对，这个、六个，一二三四四个角，对，就是这个。然后第九个的话就是这一个，但它迷中迷哦，白痴哦。然后第一个。有，他要找八个角，这个 ，yes， 战争结束了，我们如计划一般的得到控制权，但是有一点小问题，我收到柏林间谍传来的消息 ，H 应该要在碉堡里处死他的分身，并带着伊甸碎片到汇合点和 C 碰面，但现在已经过了三天，他还没有出现，一定出了问题，请告知后续行动。H 吗？为什么他说处死在碉堡出他分身？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1945，第一个想到是在希特勒啊。Hitler。They engineered the war. They engineered the peace, but they weren't going to get away with it. Find our mark. Find our void. 刚这里是有什么？这有刺客的标志。刚刚他这里好像有什么？有什么字哎？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找什么东西是不是？这有 pass， 我也不知道什么鬼。啊，这谜题其实都有它的深度难度哎，超脑筋。所以我们在这边找这个吗？喂，他说我们从上方观看出口，他没有看见我们到来，所以是他从上面往下看，是不是？我们从上面往下看，然后他没有看见我们的到来，不会真的是这一个吧 ？Assassin 的标志？哦，不是 ，fuck， 真的是 Assassin us，fucking Assassin us。好，下一个。不是啊，这太悲凉了。All the pain across time. It hurts too much. She sees me. 那这有些题目真的是非常难懂，它隐喻非常深，有可能是英文的关系吧，医疗。可是因为他们是用英文在讲话，然后用英文的逻辑用的。创世纪，创世纪，最初，创世纪，创世纪，东西。等一下，左下角有个什么杯子，然后加二加六加二加一加五加三加五加六加四。等一下，第五个，它只有一个圣杯。然后他加二的时候变六了，所以他有三个。然后再加六，三加六是九，所以他有九个。然后呢？等一下，不对，
对对对，这个我推论第一个推论没错。可是那接下来我这个要怎么变呢？圣杯加六，再加二，很好，一个加两个变三个，三个加六九九，所以这是十。所以那个斜线，那个像直角那个是代表十，十一，十一加一十二，十七。所以第零个是，等一下哦，十个是十二，二三四五二七，十七，对这个，然后再来是二七嘛，十七加三是二十，二十加五是二十五，二十五加六是三十一，所以代表说这个是三个直角，一个圣杯，这个。Yes. The organization wanted the pieces. They tasted their power. But what were the pieces? Why did it work so well? It's as if our minds were made for that. 我们发现一种物质，然后这个物质是从未被发现的。那在神经元当中，他们利用一个新的机器叫 DMRI 所发现的。然后那个博士告诉媒体说，无论这个物质的作为为何，它是在人类体内演化出来的，代表这是一个神奇的物质。这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圣殿骑士他们就拥有了可以探索人的基那个过去先祖的那能力啊？啊，这个要干嘛？哦哦，去碰它是不是 ？Nice， 我最喜欢这种的。这种都不用动脑，最棒了！停停停停停停停！一下直接使用雷切了，发现密码。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真相。真相就差两个就可以解开了，全部的真相。这个很明显是有两个人正在绕跑，远离。那一个地方，那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这个目前还不知道。对，好，那我们先解主线任务好了啊。刺客陵墓的话，等一下，对，因为我们刺客陵墓刚好跟我们主线有相关，那我们就先去主线那边，先把主线拿一拿，那个解一解，然后我们就可以挑战那个。大啦！啊，够派啊！反正杀你们，我再撕掉一张就好了。嘿嘿，跑跑跑，向前手跑。嘿 ，A 一四五五，你好，安安，晚上好。然后对付这些意图对我那个对我心怀不轨的人。就是直接杀了，这些对我心怀不轨的有没有？直接贬爆他！哇，欸，他们直接这边作画，欸，可是他们画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你们看着这个地方跟你们画的完全是两回事，干假画家欸你们！借船一用，我没有推他哦，他自己下去的哦。他自己下去了，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推他。我要推他的话就不是这样子。好，我们走吧，我们出发前往主线任务区。我记得没错，他要去找里奥纳多·达文西一趟，因为那时候提到飞，然后他就突然想到了，我可以飞啊！埃及要表示他是可以飞的。那就画画天才，最好是同时出现两个天才，然后画一模一样的画，然后看着 A 景象画出 B 景象，这样骗我没画过画是不是？我也画过好不好？
虽然画的不怎么样啊。那么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点选喜欢，然后订阅我的频道给予支持，我们下一部影片见。